这个心腹大患总算除去了，接下来要对付你们可就易如反掌了。都给我出来吧。好，这边呢先把韩无沙干掉，然后再全部往后退。这边要不要先出个挡？好，这边用三光源先把韩无沙解决。然后我们准备好队伍，先全部往后走，站这个位置好了。那个凤凰月我还是不能控制他，这就算了。那个凤凰月等一下要帮忙打吧，我希望他可以帮忙打。然后等一下让林雪先帮忙补个血先。用回风枪打他痛吗？八百三十二，有比较痛。普通攻击应该不强，普通攻击不行，要用回风枪。好，那如果放成为金光呢？400滴。好，再来。OK， 他怕，逆魂大法。我在想，夺魂鬼咒可不可以？试试看，是可以的，是可以的。那些经验已经不重要了，我们不 care 经验值，只要被打死他们就好。600多滴，那最好是放邪神诅咒，可是邪神诅咒应该只不会加到，啊、哦、会啊会加到。呀，他可以放武魂鬼影吗？如果他放武魂鬼影，那硬件值直接被秒掉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哎哎嗨，哈哈哈。哎呦，三光影的位置不太好哎、欸，没办法放那个，我先跟硬件值交换一下。我先用分天斩斩来干好了，痛不痛？530滴、欸，其实有机会哎、欸，好像又没机会了，好像又没机会的感觉。你刚一回合干掉一只啊，不然就会死掉。好难哦。这边先补充攻击。116来了来了来了啊！拜托，蹭一下！啊！拜托你打一下领取吧，领取应该是可以闪避吧？别过来！哎，还把他各打那个各打一下，哦，有机会哦！哎，死了，谢谢。
也帮忙帮我放消息，帮忙打一下。好 ，OK。好，那那这样下口语夺魄鬼咒可以放三只哦。好好，我刚刚我们先听那个夺魄鬼咒，连中三只，哎，漂亮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有稳哦，稳哦。希望，希望。1741，快快快！我们见证历史的一刻，我们没有用到任何秘技，我们花了多少的心血来到这一关？好，然后这边仙女刀分放分点斩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古灵剑是比较好，直接古灵剑，古灵剑应该打三只，试试看。没有想象中的好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说的是修改器啊，我们可没有用修改器啊。好，因为上官有的回风枪啊，我想想。回风枪是可以不会被打到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先暂时用普通攻击节省一下气。好，我们节省气。哦，古灵剑麻痹啊、哦！好，也是没有麻痹的。你看，这个人是没被麻痹，他没被麻痹，这个人没被麻痹。哇，上官有可能会 GG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好，我赌赌看，一行金秀这招，赌他，赌他麻痹。麻痹，麻痹，麻痹，没有。完蛋，上官有可能会 GG。这么快就行了，好，我等这样子。好，林奇死了，看，花了 bug。好，再来，你们过去，我先不过去。因为我等下把夏侯抓到下面来。好，那你随便试试看。跟你长相小，麻痹吧，麻痹一下吧，麻痹。没有，还没麻痹成功。OK， 没有。我看看能不能把他打死，应该是没办法。啊，还没挡住。啊，他的风波刚好结束。这一回合试试看，这样打到这样能不能安全通关？第一支阵先不放，我们先把它封住。这边要封到，没封到应该就 GG。领取就 GG。Yes， 封到。那现在是这一支，这一支应该牺牲一个人了，除非韩金秀可以麻痹到。没有，没有。好，赌赌看。好，这应该去了。暴击！不开心。但是我觉得，我觉得有一点点机会。好，我们继续。一个星期，再放一次。谁的 ？OK， 完全没有金子了。好像他被封住，所以应该这个，那封住是持续几回合？忘记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是26877。好，这边放回风枪。好，一秒过去，你麻到吗？你麻痹到吗？我靠，一秒扛不住啊！没有麻痹到，果然一秒我就扛不住了。防御400，扛不住，扛不住。我想想，像破魔杵也是一个关键的。人家不行了，要补一下。啊！我快要死人了。不行，扛不住。好，但是我觉得有机会了。夏侯仪，听夏侯仪，然后把三只都麻痹。
应该就有希望了，应该吧？没中，这人家三次全中了。没有，没有特别奖励，就单纯挑战而已。而且我也蛮好奇，打赢的话会怎么样？中一个，打赢的话是输呢，还是继续剧情呢？不知道。中两个，好，我们这样子试试看，我们这样子试试看，这次等一下会不会起来呢？不知道，所以花点时间，封魔杵，封魔杵，先封他。好，封到了，太棒，封到，封到了。然后现在剑灵不会补血了吗？看一下。金米其实可以补啦，可是他先发招式，因为他可能会起来，等一下可能会起来，所以上面有可能不能动了，上面可能要帮硬件补个血。好，这个大力大补完，够吗？可能不够，哇，可能不够。好，领取帮我打一下，好，有点作用，188。啊、真的解除了，我现在解两个，哇，那剑灵不 GG 了、啊、没事没事，不会，他不会 GG。 我打上面了，他打凝血，哇，水死了，左手只打一滴啊，刚不打一个88滴吗？所以这样也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应该位置不对啊，这样子夏侯仪就只能封两只了，极限两只。我觉得这次有机会打掉一只了，最后一次变色星矢。没有封咒的关系，所以他不会暂时不会动。我想想，OK， 哎，很给力，刚好双眼，给力给力。然后夏侯仪，你像灭魂大法可以打200滴血，读读看，读读看 ，Yes， 再中一次，好。然后这次应该会动，所以我们推一个，这样子应该就不能放了吧，应该就不能放我放鬼影了。有放吗？有放吗？没放，没关系，夏侯仪就跟你去吧。他没放，他没放，他没放，太棒了。171，好，有机会，只要殷建平跟三光远不死，太紧张了吧？好像最危险是上面那一只哦。那我想到有一个方法是三光远一样，再用回风枪，哈哈，被挡住，应该可以赢了，应该啦，可以。不然这样好了，反气丸给殷建平，这样让殷建平放一次电射星矢。下面那一只会死吧？死了，好 ，yes， 赢了，上官员再给他最后一集，我成功了 ，Nank 看到了没？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会怎么样呢？哈哈哈哈！帮我鼓掌一下，我自己替自己鼓掌。紫峰虽然死了，但是你只要打赢四个妖将，一样继续剧情。啊！什么200块很难打，我呸！这个妖将才难打吧，但是因为打完这个妖将，
完全没有经验值，所以打他们不划算，所以而且又浪费反气丸。如果经验值的话就还 OK 啦。你一定是修改的。哇，我成功啦，我成功啦。哦，感谢 Jimmy， 谢谢谢谢。感谢 Jimmy 的沙扎扣，谢谢。啊，可惜大汤圆跟那个大汤圆跟那个 Eric 没看到，因为他们今天应该音频要上班，他们没看到。我到时候再把这个影片剪出来了，跟上礼拜六一样。哦，雷禅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哦，好多观众比较少看到你们留言的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那么弄完看到我这个看我这个疯子在那边打。啊！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虽然死了不少人，我觉得可以再打更好一点，就是把夏侯仪先拉下来一点，然后每一回合都赌他鬼夺破鬼咒，可以每次都中，这是最安全的。好啦，希望会喜欢。大是我这边打这个神经病的妖将，如果你航雾沙没有先干掉齁，你后面应该是不用打的。航雾沙要先干掉之后再干掉四个妖将，故意让紫峰死掉，然后让领取出来放早死，所以领取很重要齁，你没有领取基本上会更难打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因为其实叶明龙的防具可以拿到很高的防具，可是他被打也是很痛的。哇、哦、好啦，谢谢大家跟我一起见证这个奇迹啦。这算奇迹吗？这什么奇迹？这是我的成就，我得到一个成就了。如果这个死定版有齁，这个就是我一个成就。打败四妖将。好啦，就这样子。